在去这个活动哈，非常重要，因为差不多八个月前，总统要我到行政院来服务，伊甲我交代的工课，完了真侪重点，但是其中有一项重点足重要，伊甲我讲过去几十冬，咱华东地区哦，华东地区对台湾付出很多的贡献，但是实际上。还有很多重大的建设在华东地区比较缺乏，所以他就任以后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施政的重点，他希望我到行政院以后能把这些重点能够加速加大加快而且加重来推动，其中当然有好几样是我们地方上关心好多年的问题。那么要创造就业机会，第一个重要的当然是有厂商愿意来，那能够在这里啊，不但是软硬体的设施能在地来建设，让本地就能释出很多的就业机会，这个是最有效的一个方法。而且做到这个程度，当然上重要，包括改善交通。充实设备，啊，办有意义的活动，然后增加各种内外的旅客能够多到我们华东地区，啊，那就业机会都会增加真多。所以今天我要跟各位报告的，我们不是只有办这一次求财的博览会，我们每天都为扩大就业机会做准备、做冲刺、做努力，这是我们政府不变的承诺。也是马总统对花莲地区父老他始终念之在之的一个最重要的目标，所以行政团队一定会依据总统对花莲地区的承诺，对花东宜兰地区的承诺，我们会全力以赴。所以今天我一方面谢谢所有的厂商朋友到花莲来办这个求财的博览会，我希望要有好人才，企业才有前途，爱有好的头路，咱百姓才会安心。所以今天我希望我们更多的机会给我们花东地区的民众，将来创造更多长期稳定就业机会，是我们地方跟中央不变的目标。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心想事成。谢谢，谢谢。接下来我要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倒数喽，三、二、一，请敲。有非常多彩色的气球从我们红色巨大气球当中冉冉上